有人寄了一个喜帖给我，然后邀请我带他去。你看看这个喜帖怎么样？就是前几的麦古啊，但是喜帖应该是红的，我是青的。这个我就不知道。年轻人吧。我们还没打开，我们决定在师傅面前打开。对。看看师傅觉得怎么样？啊，你打开。开咯，撕开。噔噔。这是什么？黄奕人啊，这个就刘以人了，在这里啊，对对对，那就这么写了。师傅记得他是谁吗？知道，以前变的好朋友啊，也是有来这边跟我们泡茶过。他以前不是一个健美教练吗？健身是他吗？不是，又换了。对对对，换了另外一个。哇，真的你很会混。他是一个格斗选手，他本来是做金融，后来转教练跟格斗。那现在呢？要开道馆，好像在台北。我有跟他练拳过了。哎呀，跟他老公。对吧？他打得很好。训练他，他以后要打。啊，他要干嘛要这么累？是他的热情吧。他已经训练四五年了，现在很壮哦。现在身材都很漂亮。啊、叫我带他，带他去，带他去打。没有带他去婚礼呀、啊，带他去打。我应该没有办法撑过任何的武打。以前的伴跟现在的伴，如果熟悉 ，OK 吗 ？OK 啊，我认为他比较实在、啊。我不骗人的，以后有来这边是来这边的话，跟你不一样了、啊。要以前你没有认识他的师，你也有朋友啊。我是也以前。黑美师母的事，我也有朋友啊。也有朋友啊。大家都有朋友，如果没有朋友，他就真的很麻烦，就是变鬼了。我们不是鬼，我们大家都喜欢嘛。但是本身要顾得很好。哦，现在跟谁就保持这段时间，嗯，就这段的空间。有一天哎，各奔东城的话，哎，祝福他嘛，也让他混得好吧。如果他混得不好的话，那你就完蛋了。为什么？以前都是有好朋友啊。对不对？现在混得不好，你有没有慢练？你有什么、啊、你就变麻烦。说能在一起都在一起。哎，如果缘分已经到了，各分东西了，嗯，也要治他。好聚好散。对，好聚啊！什么？世界上本来就都有不散的宴席，早跟晚。你139岁，他变多你好多岁，对，应该他应该超过140多了，对吧？他150，长寿你也长寿，一定会有不散的日子。说把握现在，拥有现在，你还要讲我过去干嘛？哎，就拉开拉倒。现在我也有的一半，你也有的一半，也是要祝福他，对，要恭喜他。回去就是祝福他。对。哎、欸，漂亮哦，你越来越漂亮，以后好好身体练好啊。哎、嗯欸，男朋友他啊，老公哎、欸，老公啊，以前我们都认识啊，祝福你们好好的把事做，就是这样。那、嗯啊、你的相片的以后的时候，我们在这边哎，我也有相片啊，就是没有什么。他会不会在婚礼的时候播出来？而且在婚礼上面都会有那种照片的回顾吗？如果是播出来，很正常。为什么？你有没有看到我跟他怎么样啊？我们是很好的朋友，就是你给大众知道说，哎，这是我以前的朋友，女生也跟我很好啊，不能怎么这么亮？对吧我们在一起，哎，都会有不善的事情。以前的朋友，我们祝福他，他找到一个很好的老公，我看看，对吧？对 ，good， OK 啊，赞。我爸爸给我妈妈的。来传给你，来传给我。对啊，那个很好，不然怎么有那个心在这里？哎，我有注意到，有，是不是很强、欸？我什么都不行，就是眼睛亮，眼睛亮，知道吧？师傅有看到，有，我进来就看到了。嗯，师傅要不要祝福一下雨柔？啊，雨柔祝福你，恭喜你啊！啊，记得师哦，哎，啊，你也要祝福变呢、啊，哎呀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、嗯，师傅好帅、啊。有没有帅吧？帅，可以啊。